柳先生挺有意思的一个人，是个有趣的灵魂。他也挺爱表达的，我觉得我比如心其实是要更慢热，他比你快。对，他比你快的是什么点？就是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话会接，我都会接，没问题，会反复，会观察，对，就会想好做好一切准备，对对对。但我感觉如心今天的笑容多了很多，就放松一点，然后再加上不，他现在已经有一点就是我们对到眼神会笑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懂那个点了，特别是说完前半句，然后就笑了，对，挺好的，就这种状态是舒服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其实越来越期待，就是我还希望就它不只是21天，我还希望时间更长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可能只是在这儿待21天，但是其实之后生活中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，我想也是会的。对对对，我也是期望会，但希望我们也是一直去践行。对对对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对，就是可能我来了杭州跟你们说一声，大家一起出来唠唠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大家踏入社会以后这样集体生活太难了。对，好珍惜吧，我觉得真的，不错的一段时光。现在是说才3天，到最后怎么只有3天了呀？我们到时候会抱头痛哭吧。说句实在话，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真诚和喜欢表达的人。如果是当我们最后一天一起围着聊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真的会哭的。因为我觉得成年以后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你真正触到心里面放松下来去哭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对，我通过今天，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都是感性的，不是这么冷血理性的人的，不是那么理性的。对，其实我们那些标签职业化的东西，你是多重身份，只是在我们原本的心灵上面，我们只是武装自己来这里破茧，慢慢剥开。对，就是大家感兴趣的点或者聊的点都差不多，就是围绕着那几个点来的，但是就是可能是在社会的生活中可能会加一些顾虑，然后但是其实把这些东西放下了之后，放松的去交流，其实大家很容易能就是贯通起来。对，我觉得这小屋真的其实就像我们的家，就是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工作的一些东西把它隔在了外面，然后我们来这里其实就是交朋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聊聊生活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可以真的抛去很多顾虑，大家是最真实的去感受彼此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对对对，我感觉我应该不行，其实还可以，我扶着你，真的不会摔，真的不会摔。哦，你也是右脚，是右脚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右脚很习惯用。我扶着你，我扶着你，没事。哦，我感觉一下，这里，走。吓了我一跳，我吓死我了。哎呀妈，我脚太猛了，吓我一跳，脚太猛了。幸亏你反应快，他刚刚跟你那个，所以我其实我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说你两边都扶着。我对这个我从小就感觉有点害怕，是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就开始打球，你左右手就不匀，发力点不一样。对，一个手会想用力，一个手就。那你滑雪呢？滑雪还好，就滑雪还行。小马没参与团的话，冷不冷？冷我们就进去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小马这是咋了？真的，小马为什么这样？哎，你们谁有小马电话给他打一个吧？怎么了？你要干嘛呀？昨天我跟他做饭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在厨房里待2个小时。对，小猪那天表现怎么样？马主厨。挺好的，刀工好吗？刀工他没切东西。不是，那你到底帮啥了？你在帮啥？就是我换下来的锅洗，然后还有就是要准备的菜。然后我主要是还是帮他做了，对对。居家好男人以后。我要是小猪的话，我都有点懵了。那天我们在厨房的一些互动也都很好，而且也看到他很幸福的笑，是吧？我有一度看他俩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就不是像在看恋综了，有点像看我老姨老姨夫在厨房做饭那种感觉了。为啥第二天突然这样子？你换一个角度，小马也是一个不愿意给人误会的人。他是不是那个态度的改变是从昨天写信决定要给谁开始的吗？白天玩得挺欢，但是到了晚上仔细想想，发现不是心动。对，那这再接触接触看吧，看看小猪的
劲儿有多大吗？好，你过来坐着，我指导你们俩。反正你的手上最少两张，坐着吧。一对朋友，其他可以是笼子，也可以是三个一样的。哦、你要么这样，坐着。喂，打打打，打这个打那个。先摸一张，然后再打。哦，哎，二万，等一下，我杠一个。杠的话，给他两个。哦呦，啊，你还知道的吗，老张？嗯，哎，小马继续。他的牌我看都看不懂。他的牌吗？啊，他可能很差。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。是要顺起来吗？也不只顺起来，还是要一样的。一会儿我碰。九万。放开，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有了？也啥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这样连，这不是斗地主，不一样。等会儿啊，我一会儿再给你讲。前面几盘我也知道。还在那抠呢。哦呦，你要做青铜子啊？哦呦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那我一个人。现在好了吧？现在有叫。你叫啥？我叫小马，我打出来。再给我来点瓜子儿呗，谢谢。你输光了，不是破光。妖姬，妖姬。哎哎哎！哇，看你的牌有点好的呀。哇，你不会是青条子吧？赶紧打这个。对，我们做大做强，我们一会儿把这些都打。都打是吗？先。打子。七七桶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碰了，我要碰了，我终于要碰了。这个碗突然开始白热化了，白热化了，决赛圈了。六条，我打出那个气势。哦。哇，你这牌，拿着吧，先拿着，先拿着。什么嘛？八条还是九条还是妖姬啊？对，应该妖姬，你看放妖姬旁边呀。对啊，他们很单纯的，他们很英雄。很单纯。好骗是吧？到我了是不是？对，出这个吧，来听一听牌。我要观察一下场面的局势。哎，可以。小相公啊，你瞧，感觉那个气质一下。哦，自抠自抠，哦，翻出来，自抠了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哦，胡了。他这个是极品哦。我跟你说，这全是借口，全是借口，全是借口。凭什么让感受热情的这个任务你就承担了呢？那俩男的呢？别以为我们没看到你的嘴角。这封信确实也没信息啊。嗯。他会给谁？谁啊？什么都没写，就是兔老张，然后画了个熊猫脸。啊，小吃，真是来了。啊，还是给了那个谁，啊，小胖，小胖。耶。画了小太阳，不画爱心，画小太阳。有一丢丢的小心动，就是很浅浅的一个想要再去了解的一个状态。7:06，珠海；7:24，大理。只是跑步好像还不够浪漫，就很疗愈。哎，我可以在外面拍一张吗？什么？那他给你拍吧。我不拍谁拍？我看这有人抢活在这儿跟我。杀他二虎啊！班长，杀他二虎啊！我外面没拍过哎，会不会变黑呀、啊？他有闪光灯。哎呀，我想去那个秋千那儿拍，怎么办？秋千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下去呗，怎么办？呜呼，呜呼！你这个拖鞋，你最好还是别那么快走。你拿个那个粘毛的，给你衣服粘一粘。我身上是很多毛，是不是？非常。哎，我们家黑色的。不重要。重要吗？重要吗？不重要。啊，哎，其实，看看啊，找个角度。只有一张哦。你这个里面只有一张，一次机会。走，从这儿下去了。这个其实这个面光超级好。在这儿呀、啊。我拿手机给你拍一下，你站到这儿。这个面光超级好，别动，别动，没事，别动，别动。你看这边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脸型不行，走吧。不是，就是这个光打的。我最适合的光是从下往上打。从下往上打。
是我不想坐在这儿。那你想干嘛？站在树下。想想，我想一下。怎么构个图，就把它框进来就可以了。就一张啊。等会儿，哎，可以。哎，那还是坐着吧。我想带到树上那个球。那你就用腿支撑它一下，把它往前带一带，因为这个脚的栏杆腿会挡住你。不用盖吧，马上好。啊，盖一下也行，要不然太单调了。到底要不要盖？可以啊，好了，看看能不能成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漂亮。它自动关机了，等一下。没有那个呀。它关机了，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哇哦，好亮啊！希望它可以。希望它。毕竟我们走了这么一大圈。希望它可以，不要丢我的脸。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，还有啊。还有。JK 游泳，好想游泳。可以啊，我给你推下去，现在就如愿以偿。很久没有这种集体的生活的感觉了。嗯，我感觉，哎，挺难的。你平时生活中在哪个城市待的多一点？就在成都。就在成都。对，你呢？成都。同一个城市，可能大家也能经常一起聊天，对，聊天，见见面，出去玩一玩，看看你的画展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对。你平时生活中爱好大概有？我爱好特别广泛，我就是那种体验派的那种类型的人，所以我会去体验很多东西。比如说运动的话，可能。这个阶段我特别喜欢的两个，一个是网球和骑行。嗯，对，因为网球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运动量可以，够。就对比很多其他的运动。这块会。会酸。对。但是运动量是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强度是适合我的。然后骑行的话，它其实运动量就不会那么强，但是它，可以让你放松心情。对，就是其实成都有个那个绿地嘛，然后、就是、到处转悠，对，绕那一圈、哦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初中毕业，然后就是四五个男生自己骑着自行车从成都骑车到青城山、然后当天晚上熬了一个通宵玩游戏，然后第二天再骑回来。哦，还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。对，就是一辈子都很难忘的这种经历吧。户外运动还是挺能增强自己的这个什么多巴胺的分泌，类似于这种。